啊？能用啊？好啊。怎么两个手？啊，打。雷子啊。啊，雷子。雷子，然后旋转纹板。就是旋转纹板嘛。然后对，然后参数。嗯。然后需要势能，电场的轴。嗯。好，这里。给成，它应该是调的外观。打戒指的那种。这个键盘。它调，哎呀。再来下。那个么，你听不清，这调的多少？这么些，八百。啊。啊。啊。八百啊。1600。忙一忙去。这个是什么？帕罗1600吗？对，这个只是个四支一个，就属于1600。啊。然后需要把它速度给调慢一下。这个是最大速度是吧？嗯嗯，5000。要2000吧。20000吗？2000。嗯。哎，你这是20000的，你的。再点一个零。这点儿。怎么办？然后再把这里速度给它改成2000。嗯。嗯。OK。嗯。开始上来。然后这个页面就存着，这个。对，这页面就完事了。然后呢？这页面就不用改了，基本上。然后我拍一下旋转吗？你可以的。嗯。哦，还有没有加个东西给它测试？不用了。不用了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关了。嗯。